地嗰啲嘅精靈勇士啊。第六場又跑泥地千二，但泥地一半係爆冷啊！今日啊 ，win 又冷 ，Q 又冷。一號仔叫做精靈勇士，上次第六，前次第三。四號威力奔騰，黃色有粒星嘅。好啊，三次賽績就322，好好賽績啲喎呢個。第六場咧就係贏過嘅15678，入個 Q 就三號，上仗成績好嘅二號、三號、四號。我估三號仔好多人揀啦，係咪？七號仔就夾硬大熱，七號仔咧就係年少有威。六次賽績有三個第一嘅，但係咧本路程咧就係唔見有咩好，唔見有咩好好好賽績喎，真係有六套一五六七八，七號仔贏過，但係已經係一段時間之前噶啦，即係近績就係八六十二。好啦，五號仔而家見到咧上進之星，六次賽績有一個第二，上次第七。麥道朗嗱。今麦道朗咧赢个夜几倍边啊！啱啱嗰场话咩荷花，即系荷花，即系好多人追佢噶嘛，出亲就买佢 win 噶嘛，即系咁样今日佢就赢咗啦，买到第五场就中个冷 win 啦，买而家第六场下半场开始啦，平海欢声十八倍，平海欢声就上次第九，前次第六。四档平海欢声赢过本路程，不过近绩就唔好，所以我谂都系冷门之一嚟嘅六号仔，但系几好啊，身体几强壮啊，真系七号年少有威就系呢只啦，隔晚大热门，本路程赢过，但系近期咧就系、是。第八、第六、第十二咁样咁厚，但由于佢曾经试过一气过赢过三场咧，所以好多人都记得佢啊，即系佢今次何泽尧嘅二档。七号仔年少有威。即系赢过三场之后就输远咗，即系越输越远咁样。咁但系咧，而家今次又系做翻热门，经常都系做热门嘅年少有威，时时满意，时时满意。上次第十一，前次九，再前次十，好厚啦。钟奕礼、告东尼马房六档。呢啲大 number 码，啲十号码咧就系有最近三次有一个第一嘅十号仔啊，即系呢个田泰安啊，量化欢腾。八号咧就系时时满意，都应该系冷门嚟噶啦，因为近绩厚啊嘛。九号都系冷门嚟噶啦，八十倍，因为十、十二、十二、十二咁样啊，即系跑短途好难反，好难反先嘅。蔡明少八档。咁只十号仔咧就量化欢腾咧就系上次第五，前次第十，再前次第一咁样，所以都有好多人关注。九号 Jenny 姐追住佢嚟睇，都几辛苦嘅，咁行几多万步啊一日啊，即系跑一次马，哇！有人堆又遮住佢咁，十号二十倍。量化欢腾六次赛绩有两个第一嘅，都几好嘅，即系唔系话最差冷咁冷嘅嗰群马嘅。量化欢腾骑师田泰安档位又好，近期好系二号、三号啦，二号、三号、四号呢啲啦，近期好嘅。
一见到呢个十号仔田泰安嘅量化宽腾，上次第五，前次第十，再前次第一，我要七号三号，好似呢位棘姐咁。要禅性宝区又要而家见到呢只十号咧，就系田泰安嘅量化宽腾。而家影住呢只咧，就系精灵勇士，上次第六，前次第三，几好嘅呢只马都。二号就包装必胜，上次第二，前次第八，再前次第一。呢只马又系几好嘅，即系三次中有一个第一。一号又系三次之中有一个第一。三号咧就是三次之中两个第二。禅胜宝区啊，呢只六号马又系灰马，平海欢声，直路一千好啲喎呢啲。六号仔而家十八倍。二号、三号、四号都，二号、三号、四号、五号、七号都系十倍或以下以内嘅，十倍或以下。七号仔呢就叫做年少有威，因为佢曾经六次之中连续三次系第一名，所以咧俾人哋念念不忘佢。其实佢咧二点三嘅位，即系独赢咧一点七嘅位置咧，就系冷落咗啲嘅。黄子康要三号禅胜宝区，三号上次跑第二，而家八倍。十号咧就系量化宽腾，六次有两个第一，最近系第五、第十，而家十九倍。二号希威森都几好啊，二号希威森。五档啲档位都几好，啲即系啲有赛绩嘅马，啲档位都几好。除咗只一号之外，所以佢冷嗰啲。二号上次第二，前次第八，再前次第一，系上仗成绩好嘅。不过咧，本路程咧就系冇赛绩嘅。一号啊，赢过本路程啦，一号，但系佢上次就第六。前次第三，再前次第一，而家十八倍。一号黄志宏其实都几好嘅，档位系吃亏咗少少。八号时时满意呢只马系冷门嚟嘅，八号，因为佢近期成日跑十一九啊、十啊咁样啊，即系要四号、二号、七号、三号都好啊。四号三二二啊嘛，潘顿。走翻几步啊！七号啊，都要关键出闸嗰度啊，即系冇咁立。嗯。威力奔腾系四点三倍。啊！七号玩马术都几靓。系啊，马上讲。Hello。淡定。打弓颈咁。按必。好集中啊！只马。系啊。好啦，四号啲 win 都四点三啦，我真系俾你搏翻铺啦。我嚟到第六场啦，呢场咧系半岛金禧挑战杯，二班马跑千二米嘅，都水准都唔错噶，都好多马好锐嘅。落紧飞咧呢只威力奔腾咧，本身咧佢系初跑泥地嘅，好啦，有马入闸啦噃。首先咧，見到就包裝必勝啦，一對灰馬，平海歡聲，禪勝寶區，再嚟係量化歡騰，後面就剩翻兩隻上進之星、威力奔騰嘅第六場嘅賽事交俾閘前。威力奔騰最後入閘係上進之星。哎呀，威力奔騰，好搞掂。上進之星
全部马匹准备妥当六场赛事二班千二格泥地半岛金禧挑战杯大热是七好啦，一开集应声弹出，有呢只就量化欢腾啊！咁啊，平海欢声当然都快啦，灰马咁啊，第三位嘅嘛，黑三嗰匹咧就时时满意嚟嘅。咁啊，再见到外边咧，精灵勇士亦都走翻上去啦。内栏蓝白环间三进占第四位，仲有包装必胜啊，吞落嚟第五位时时满意啊，年少有威响入边，外边禅胜宝区咧就走上去灰马，尾三系威力奔腾啊，尾二粉红帽上进之星啦。咁啊，暂时殿后嗰只咧就幸运传奇嚟噶。好啦，转紧弯嘅时候啦，前面咧就平海歡聲放了出嚟噶啦，精靈勇士跟住個第二位啊，量化歡騰第三，包裝必勝外邊走了上去啦。再見到第五位仲係時時滿意啦，內欄白臂箍咧就年少有威啦，外邊禪勝寶區掟到最出黃心威力奔騰啊，尾二啊上進之星包咗落尾幸運傳奇啊。好啦，最後三巴啦，咁啊見到前面佔先嘅馬咧就係呢只平海歡聲啊，接嚟咗個幾新位喎，咁啊見到中間位置有精靈勇士啊，外邊上緊嚟嘅馬有包裝必勝，最出咧就係嗰只威力奔騰啊，接近終點啦！平海歡聲擺咗喺前面走，到唔到咧都好有機會啊！威力奔騰上緊嚟照影相，第三名包裝必勝，第四名近啦，量化歡騰上進之星要影，最後嗰步平海歡聲有冇機會放到有驚喜咧？威力奔騰咧就成日都追唔切，今次轉嚟咧追唔追得切啊？包裝必勝第三、第四名。好，巴道贏咗，平海歡聲灰馬。四号、二号包装系咯，二号、四号，冇啊！只年少有威，本来可以跑得更好噶。三号跑第尾二，几好嘢喎！呢只确实系赢过本路程啊，不过近绩唔好啫，所以冷咗。六四二十。又冇錢收，即六號冷門嚟嘅喎，即六號冷冷地啊，即係出閘定輸贏啦，只灰馬喺前邊啦，係咪？即係跑呢個短途泥地咁啊，你出咗嚟就得噶啦。十號咧就係量化歡騰田泰安跟住第二，咁啊只精靈勇士咧黃志宏就跟住佢。这个精灵勇士呢上次第六前次第三再前次第一的即是近期三次都跑过第一的。那这只呢就是近期不好平海欢声但本路程确实是赢过的。那么在前面带到回来啊真是。那你看这年少即是那些年少有威就在这里这样啊困住晒马群当中还走入去打都没用啦。一系你拉出嚟又唔拉出嚟咁啊！禅胜宝区喺呢度都叫冲咗两嘢啊嘛！咁啊潘顿而家嚟啦，厚得滞啦，起发力太厚啊，近啲发力就好啦。四号仔冲上嚟，最后都输少少，冲输少少啊！真系包装必胜就成绩好啦，最近第二，即系最近第二、第八、第一咁噶嘛，三次赛绩一个第一，一个第二嘅都几。四号、二号，其实四号、二号好多人关注啊，真系系只平海欢声近期唔好啫，近期即系近绩唔好啊，二百五十二啲沙地 win 真系今日好冷门啊，真系六四二十。